我是新竹哥哈，我今天又从八斗子骑机车啊，骑到现在我人的位置是在这个宜兰乌石港这边哈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栋建筑物哈非常漂亮啊，它就是南洋博物馆哈啊。今天我们的目标不是这里哈，不是南洋博物馆这里哈，因为有人推荐我哈，乌石港这一边哈啊，对面山上有一个叫做博朗咖啡。博朗咖啡厅的地方听说可以从山上看下来看整个乌石港整个龟山岛。那我也是第一次来准备要去那个博朗咖啡馆那边去看看好，那就跟着我的镜头来去看看这边不一样的。好，我终于来到了这一个金车博咖啡馆的停车场这边这边的城堡好，建筑还很漂亮，还不错，很漂亮上面这边还有一个风车造型的，好像是二馆，是不是？好，那我们就来参观，来看看这边美丽的风。好，我们现在来到城堡二馆这边一馆跟二馆的距离没有很远那我们就来看看这边的风景。后面这里还别有洞天
哦，好，这边可以看到那个，隐约可以看到哈、哦，啊，远方在海上的那一个，龟山岛哈、哦，那还可以看到下方，下方的那个外澳沙滩哈、哦，外澳沙滩，啊，因为这边，哦，大概就是只能看到这样。好，我现在人在这个医馆的屋顶上面哈，啊，屋顶的高度比较够哈，啊，可以看到整个海面哈，啊，非常漂亮哈、啊，这景观哈、啊、非常漂亮哈、啊。好，那我们再到另外一边去。好，我们在医馆的屋顶另外一边哈、啊，这边的风景又不一样了哈、啊，哇，可以看到哈、啊，哦，整个海湾。然后乌石港、哦、下方的乌石港、哦哦、这个角度、哦、这个高度一览无遗、啊、可以透过我的相机镜头可以清楚看到、哦、这边是乌石港、哦、非常漂亮，还有那个、啊、南洋博物馆、哦哦、还有整个海湾、哦、宜兰整个海湾，还有南洋平原、哦哦，透过这个角度来看，哦，这整个一览无遗哈、哦，非常漂亮，非常清楚哈、哦，哦，这个很推荐大家有空来这边走走哈、哦，哦，喝杯咖啡，然后看看这边美丽的风景哦，哦，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哈、哦、，OK。